这就是街舞室 I'm back， 我回来了，我是左左，参加过第一季这就是街舞，是曾经韩庚战队的选手。参加过节目之后，生活上啊，事业上呀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工作室也是蒸蒸日上，然后情感上呢也很好，然后呢去年也生了一个宝宝，然后今年回来呢也想好好的再一次追寻我的梦想。对，沸腾的灵魂在我体内住着，哪怕人山人海之中，你看我是最酷的那个。挑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踏上舞台那刻才能叫我豆子喜欢。让我点燃这根火把，用那光芒填满梦想现实间的落差。我的队友们都在我身旁，这时的舞姿给我最纯粹的力量，胜利的渴望在我身体蔓延滋长，相信自己就能有最大的。我已经准备好重新上阵，这一次我们联合 Battle for Peace。